这裤子挖地下。要专心啊，这样没有不高档的东西，动一动。杨明可以吗？动到，进来，进来。杨，你打最后一局，怎么了？脚太痛，上去，哪里？坐着坐着，刚刚撞到，你刚刚撞到，这里是定到这里，这里，合同啊，脚动一动，上拿下去，弯弯脚弯脚。让脚趾要怎样？嘉靖凯要跟上啊！靖凯先一脚找队友啊，不要后退一点，抓，靖凯要给谁？跟上，后面要留一个。小球，做外围的，雷鸣左脚，跑远，跑进去，深的，凯乐做外围的。台阶准备，换雷鸣，多打四里。等一下，防守，雷鸣来，拉开，拉开绿城，中间。太轻了。先可以吗？可以，换，等下换凯乐。一脚两脚，干净一点，一脚两脚，我没有。跟上，来了，杨明，鞋带绑起来，绑绑鞋带，是软脚哎，是软脚，是软脚，真累是。那个急停卡走过来的时候，那个左脚忙一传就过了，他软脚又没了，空间又没了。防守，选好，等下换进卡。等一下，你不要，你教练好，我教练了，一直问，你有能力我就让你上场。
进来，来，进来，选好，进来。
上来了，总算上来了。